晚年年助理之类的都可能哈。说什么他要跟你借钱呐、啊，或希望你能够给我一点融通啦、啊，或帮我代缴一些东西等等的，一直帮我代缴一下哦，代替我缴一下。可是，一去不回的意思。而这时候他自己的财源在这礼拜稍微有点周转上困难，可能妈妈或先生有点这样的互助的可能啊，稍微自顾不暇哈。所有力量压在中心点的话，你会受不了。那这样的话，你比较容易有压力，容易压力以外，比较容易犯小。那为什么犯小？因为来自各方四面八方压力太大，嗯，那你没办法应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出错犯小。嗯，好，那老师讲要如何来破解？破解破解。想知道你的下周运势吗？锁定今晚开运鉴定团，让你工作顺心，事事如意哦。现在又是下周运势的大预言啦、啊！今天呢，老师会告诉你下个礼拜会发生哪些事，而且我们今天的来宾呢，热闹。真的，而且他们这个所到之处啊，过去只要男生看到就这两个，大概都请爱困沙上，困沙上节目，对，三个女生八张嘴，到底是谁呀？没错，我们先欢迎黄小柔。欢迎。好，下一位两个人一起介绍。对，他们是一对姐妹花儿，冰威二人组。上去的天团，对，你们今天好天团，五五六六也是天团。哎呀，谢谢。阿里公的五五六六，我的动没掉，我这里来。哦，哎，恭喜！我猜谁了哈？二月九号，《爱的奇迹三摇滚万岁》已经发行哦，乔杰利六周年。买 CD 里面就送一本那个六周年的大电视，重点是什么呢？从2000年开始哦，一直到最后一页，有2007年的一月有鞋子跟景文的开运鉴定团，就是我们每一个的记录啊，都在这一本里面啊，所以呢，请大家多多支持哈。我们对节目也会送 CD， 怎么样得到呢？看到最后，谢谢。是的，所以呢，想要知道3月5号到3月11号的运势，一定要锁定今天的节目。对，好，接下来我要介绍老师啦。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的星座专家赵新如老师，还有我们的紫微灵动术达人张维忠老师，欢迎张老师，还有我们的神经妙算江伯乐老师，以及塔罗王子黄世勋老师。大家好，就是因为今天请三位来聊，又是知名这个造型师，天团，一位是败家女王。我是天女，我是节省女王。节省女王，你知道流行有很多种，流行不一定要花钱。讲到重点，听说小柔是五分埔女王。对，为什么？因为我本身很爱穿流行的衣服，对，而且呢，因为在五分埔买的衣服呢，你可以从最 lady 的买到最狂野的，可以再从最狂野的再买到最男性化的，然后就可以买到不同的样式，但是价格都非常的迷人。我觉得小柔说的是真的，因为你知道，比如说我和小柔有时候我们也会去五分埔考察嘛，对。然后我就觉得这里是时尚指标，如果你只要过一段时间没来，你回去照镜子，你就觉得自己面目可憎。真的，对，在战利品来，而且很多少女，你永远就是说啊，我不知道怎么穿，哦，我好盲目。你看杂志还是看不懂的话，那到不到五分埔走一走。那你采购的 PEOPLE 是什么？就是以自己的身材为准，因为有很多人阿妹，很多阿妹很喜欢学那个九令啊，对，然后很喜欢学陈琳，什么王心凌、啊，对，很流行的。可是本身呢，身材就是不好意思，我讲姐姐讲的比较直接，就本身不适合。那怎么办呢？对，然后你放在自己身上是扣分的。扣分。那我问你，在五分埔可以挖到什么样的宝？你今天有带来？你今天有带战利品来吗？我今天有带，但是其实呢，五分埔的东西真的是介绍不完。快来看一下，好不好？来，展示小姐，麻烦你一下哈。是的，我是展示小姐。哎，你是猴子女王哎。对。哦。但是我今天五分埔的，我只带一个。因为五分埔，因为现在已经很多五分埔老板请求我，拜托我不要再介绍五分埔的东西。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每个区都说我是黄小柔的朋友，然后每个人就算得很便宜，但是五分埔的东西，我像我今天身上穿这件就五分埔的，你被小五的。这个200块，才200啊！不行，小柔你在骗人，因为一般人去绝对买不到200。一般人大概都买800、900。你那个是朋友价外加友情价外加杀价。对，我忘了，因为我现在是五分埔 VIP， 所以我的价钱跟大家价钱不一样。那哪一个战利品是五分埔的？来，我下面特别介绍一下。这个是五分埔战利品。哦，这是围，哎，很哇，这条真的很漂亮哎。鞋子，你来猜这个多少钱？这条超复古，就是以小柔的。少说也要800块以上吧。我来猜大概350。
那你瞧瞧这多少钱？我那个时候买是三条，我买了黄色、蓝色跟这个颜色，总共三条1000。哇，好准哦！景文猜的对啊，对，而且这个还蛮好看的，真的。而且你知道我们有很多那种配件啊，是你就是随便搭，你都会觉得自己很时尚。那你们刚刚有提到像这个，听说这个猴子是很有名的，对不对？对，是美国的牌子，哪里的牌子？美国的，对，大家女生都爱这个牌子。可是我要说，这只猴子是在日本长大的，对，它是日本设计师的，它是在日本红的，在日本发扬光大。然后因为现在美国明星在穿它的东西，现在美国又在做这样的东西，又回来，又回来。台湾很贵啊，对，其实它的价位本来就不便宜，因为是牌子嘛。对对对。因为说，我就说五分埔的东西，就是这是我个人喜好，所以我会特别去买这家牌子。它还有围巾，围巾，你看它很可爱哦，我跟你讲哦。就这个围起来啊，然后就有两只猴子。穿这样拜年应该可以收很多红包。小柔，你会装这只猴子的样子？我会。哎呦，这是这样子，好可爱，再一次。好可，好像哦，我也要。而且你戴久了之后，你会变态。更像更像这个脸，这个毛毛呢？会。这个毛毛是今年秋冬必备的，比如说你今天是红色，我给你戴红色。头发没有用没关系，但是你的帽子非常的重要。你没有看我已经戴帽子了吗？安全帽，安全帽，安全帽。不好意思，其实帽子生活上是蛮常用到的。嗯，哎，这样好看呢，哎，好可爱哦。而且你知道吗？不管你年纪多长，你知道戴上毛毛，然后上面有一颗啾啾的，马上年轻十岁。真的，那姜老师戴上就有年轻的效果。姜老师，姜老师戴一下。姜老师可以紫色哟，姜老师戴一下，大家好像抢捧花哎，好可爱哟，好可爱哟，姜老师你戴低一点了，这样像秃头哎，秃头哎呀，戴眼镜戴低一点，造型一下吧，造型一下，啊，姜老师你没戴眼镜，好怪哦，来，而且大家看，这样很像啊，有年轻的，有年轻的，我放球骂一下，哎呀，有的阿哥去屌啊。糟透了，哎，糟透了，要唱一首歌。但这样像不像老 gay？ 不是。好了，今天老师就这样子度过这一集了哈。造型师，你说。我说我要说真话，姜老师这样真的很像宋楚瑜要竞选，硬要装圣诞老公公上台跟大家同台。懂不懂？懂不懂？台上的小。对对，你说两个谁有造型？讲实话。我说真的是你这样比较好看，因为姜老师这样子就是觉得他好像太 over 了，这样沾不上边。我要说实话，他们两个这样很像怪老公。而且我要对。很多人都会说，因为其实很多牌子它都有出像眼镜是镶钻的，但是并不是名牌的东西就适合自己的脸型。对啊，对。小柔，那你可不可以教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挑到修过短发适合自己的？都有没有什么 撇步？其实我觉得第一，你一定要先多逛，你要先多逛，然后第二个，你要先知道你自己的身材的样式，多比较，然后去找自己，比如说你不知道该怎么穿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你在路上逛街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的身材跟你很像，对，他穿衣服跟你的感觉你很喜欢的话，你就可以把它记住，或者是用相机拍起来，对，多看多学，像狗仔这样偷拍起来，然后你可以或者是上网去浏览人家的部落格，那上面就有很多照片。所以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对，那因为今天我们有请知名的造型师，所以天团天团来聊一下。所以先谢谢小柔，谢谢。所以呢，现在呢，我们要来做一个妖兽准的塔罗牌测验哦。先让你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老师的占卜题目呢，先不讲，但是我们看到上面有一张牌，对，上面一共有五个主要部分哦。第一部分是上面那个天平，有没有？天平，天平，天中间有 T 字形的天平，字形那个。然后第二个呢是那个鸟头牌的那个欧西里斯神，绿色颜色的那个，这个吗？对，欧西里，欧西里斯神。对，好，第三个呢是这个。女神艾西斯女神，艾西斯女神。好，第四个部分呢是女神右手的权杖，这个右手权杖这个。对，好，第五个呢是女神左手的这个东西叫做安卡，是埃及的一个符号。安卡是符号，不是钥匙。是一个符号，不是钥匙。符号安卡。对，安卡。一共有五个部分，你会选哪一个部分呢？好，观众朋友也赶快选哦，先不告诉你题目哈，选完之后再告诉你我们是做什么预测哦。来，小兵。我选女王艾西斯。艾西斯，小薇，小薇，我选
艾希斯的全照。哎呦，艾希斯的全照。小柔，哎呦，弄小字对呢。啊，没那么难呐、啊，又不是选老公，所以就是会选那，你可以选那天秤座的、哦，对，他对。那你选哪一个？那我选符号好了，选符号，好好我也要符号。好，其实也要符号。我选那个权杖，而且你知道吗？有一半是老师的声音吓到我了，真的吗？因为我有他声音会很细，可是很多人一开就很像，都这样。对，他声音很让人。所以你也选了？我选权杖。权杖。赵老师。赵老师。天平。詹老师呢？跟我选爱。鸟头牌，鸟头牌，好，好，毛毛的张老师，张老师，安卡，好可爱，张老师，这集都不要。观众朋友，总共有五样东西，也请你赶快选定哦。是的，到底我们要测的是什么呢？好，剩下的题目就是，在别人眼中你够时尚，哎呀，哎呀，够不够时尚？哎呀，这个流行教主吗？还是觉得怎么样？觉得想吐呢？哇塞，这个对冰威二人组更重要了，真的。如果一出来不时尚，那就我马上退出时尚界。不要做，没有啊！你加入流行界啊，不是？对啊。好，这一条再看一下，我预选答案是天平哦，跟我们赵老师一样，在别人眼中你够时尚吗？如果说他更时尚，分数不是很高，40分，为什么？因为这个天平哦，其实有这个赵老师，因为这个正义哦，其实是代表这个天平座的牌，那天平座的这守护星是金星，代表的是他的时尚跟美感的品味。那只要听你的朋友，你有两个现象。第一项就是说，你会在出门前呢，会花很多时间打扮，因为你看到底这样好不好看、啊。老师，你 key 可不高一点、啊？好，到底这样好不好看呢、啊？或者是说，觉得这样感觉不太对？好，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你觉得无所谓，不在乎。这样做没什么关系，我只要舒服就好了。哦 ，OK 啦，自己穿的舒服最重要、啊。就是、比较 casual 一点。还有40分，可是没关系啊，我觉得老师身材条件很好啊。对，交给我们雕塑。再来，我们看看下一个。先看一下是这个女神左手的安卡，有这个小柔，还有鞋子跟姜老师。这个符号在别人眼中你够时尚吗？看一下。哇！像朋友，你们也有两种情况，他们不喜欢随波逐流，就是说，在流行白色，他们偏要穿黑色；对，在流行牛仔，他们偏要穿的那个很 OL 或者很西装。哦，我知道，这种叫跟不上时尚耍另类。可以这么说，我们叫做不跟流行，但一直跟不上，干脆自己假装自我风格，不是就喜欢自我风格？哎，你们不要见不得人家好，好不好？对，但是我觉得有自己的风格也不错啊。没有啦，但其实穿出自己的味道，我觉得是最重要。每个人的心不一样，是的。讲了很多啊，没啊，就是明明不适合你，找自己的舒服的 style， 搞不好桃花运这样就开了。好，再看一下。如果你选的这是个艾希斯女神的话，跟小冰妹妹一样的话呢，在别人眼中你够时尚吗？最后一项，再见一下。100分，时尚女王，时尚女王，哎呀，恭喜啊！先知先觉时尚女王，对，因为呢，艾希斯代表的是我们人的这个第六感。譬如说，我们在这一季的秋冬看的是下一季的春夏，对不对？对。但是他们在这一季的秋冬看到后面两三年的那秋冬装，他们呀 ，That's right， 这是真的。而且你们对时尚需要嗅觉很敏感。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有一点点天分，然后加上我们的工作环境其实很久了，对，其实磨练出来的一个嗅觉。OK 了，小薇姐，她选的就是女神右手的权杖，在别人眼中她够时尚吗？60分，也很高啦，也很高，你的分数也是很高。我说一个团。身体就是很容易被一些害群之马把分数整个拉下去。哎呀，有点心急，知道了。哎呦，你们这样加一加，平均也都还有70啊。没有，我觉得我对这有另外一番注解啊。我觉得我跟小柔一样，其实我觉得流行永远追求不完。对，其实我们觉得对于自己来讲，我觉得适合自己是最重要的。对，而且衣服不要太严肃，今天穿不好穿不掉，明天换嘛。对，讲得好，这个理念非常好，对不对，老师？他就是比较会有主导性，说，哎，我觉得你这样穿啊，不 OK 哦。上面颜色要亮一点，会说，欸，这样的眼镜搭配起来会比较好看。
会告诉他怎么穿比较美。嗯，黄老师好好主导型的啦，对 对, 對。可是有的是主导型的，如果配的不好的话，那主导型就如果你坚持几件的话，人家看起来会觉得说你这样配好像怪怪的。其实不会，那就是凸显 gay 搞嘛 ，gay 搞，对对对，就变成错误示范这样。啊，其实六十分也很棒了啦。好，看一下我们今天、這個、恐怖的来喽。对对对，电肩团的团长，垫肩围巾，分数出来。詹维忠老师到底在欧西里斯到底是多少分数呢？他够时尚吗？看一下。啊好好讲，像其实有一些人他穿衣服不会穿嘛，就觉得搭配怪怪，但是还可以啊。但是像有一些人，他穿衣服真想把他打死。对，讲的就是我们的詹老师。所以你看他上面写的急需改造。而且我觉得这个老师有一个盲点，他就是觉得说名牌放在自己身上就好看。错，他很喜欢名牌没错啊，还是要合自己啦。问一下小薇小兵，如果是零分的话，你建议老师要怎么样搭配？就是从头改造，改造全部打掉重建啊。没有，给一个就是一个比较重点的系统。没有，其实我觉得基本上我很重视，因为我们很喜欢单品。其实， okay. 其实我觉得你甚至于这副眼镜你可以换掉，你说，而且你手上的戒指为人诟病啊，真的，对，好像无一失处哎，怎么办？我容易受伤的人，我容易受伤。baby face， 可是老师把自己弄得太老，所以穿样。对，好了好了，那反正他如果要换，找我谈，我是他经纪人。啊，对，再请你们做造型。大家有，因为你是零分，他上扬的机会是很大。还有你那个 range 很广啊，改进的空间一直都是处于进步的状态。他很有改进的空间。好，所以谢谢黄老师。那其实现在这个春天到了，我们定位二人组的造型师也在现场，我们请你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在这个早春的时候要必拜的衣服，以及呢要注意，比方说流行的颜色啊，或什么。对对。其实必拜有两种，就是败家跟失败。所以说，如果说你在流行当中呢，还是要一样，抓住你自己的风格。That's right。因为我们今天建议大家，因为今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春夏天其实就是花花绿绿，对，粉红粉蓝，可是今年多了很多元素是金跟银。对，金包银。今年春夏要金包银。其实我觉得今年春夏一定要讲两样东西，有两种完全极端的风格。一个就是像现在我们到那个洛可可时代的，因为一部电影啊，就是《玛丽皇后的秘密》，然后他就整个风靡了日本，然后你知道日本就一定会影响到台湾。对，他的所有就是浪漫花朵、粉嫩、欧式的那种。对，可是哦，又结合科技。什么叫科技呢？就是透明 PVC 的材质，有古战士的感觉，银色的春夏天的颜色，就有点反亮反亮的那种感觉。对，可是呢，你看像这大品牌的秀上面呢 ，LV 的秀，其实它要结合玛丽皇后的发型，有花朵，春夏天你可以有花朵。当然我们这次秀上很 over， 你可以绑两个辫子，绑一朵花，春夏天穿个牛仔裤 T 恤，这样就 OK 了。其实也很有个人的风格。还有我觉得要介绍这套衣服，因为呢。我们的主持人景文小姐，说别人很喜欢，我们很喜欢穿睡衣出门。对不起，这两年都很流行睡衣。你看，这是什么内裤嘛？蕾丝内裤跟蕾丝上衣。其实，在这样的东西在春夏天是非常流行。所以我觉得江老师算得很准，其实我们的时代来了耶。对。你们的嗅觉很敏锐，你们两三年前早就嗅到今年春夏会流行这样子。对、其实你看去年很多歌手，像王心凌。就是其实他们都开始穿泡泡裤，就是像我裤子有没有像我这边这样，然后这边是缩进去，这叫花包，像这样就这样包起来。其实在春夏天一样有，所以呢一定要拜的东西就是春天粉嫩的颜色一定要有，还有秋冬是不是很流行紧身裤？那个叫 leggy， 就是紧身裤，像他穿的这种感觉，小柔穿的。然后这边春夏天有很多荧光粉。荧光黄、荧光蓝，很多种颜色。不妨呢，到士林夜市、通化街去买一两双来流行一下嘛。各种颜色都有。对，所以今年春夏很明亮，对，很亮眼，充满了生气，才会有那个春天的感觉。但是你知道买这些东西最需要什么？马上要开机。空间。Money， 老师告诉我们，穿得好要怎么样赚钱呢？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请这个赵信荣老师从星座来看看，在三月五号到三月十一号，哪些星座的朋友在这个这。先呢，会有 Coco 进来哦。哦，来，我们小柔呢是天秤座，小兵呢是牡羊，小薇是水瓶。好，我们景文呢是双子，鞋子也是双鱼。所以我们来看看呢，哎，其实这个榜上呢全部都有哦，只是分数不一样。对对，真的，应该是一百。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呢，这个二十分是有谁呢？二十分，我也很紧张。越多的越高。谢谢。
巨蟹座的，他是摩羯，我照你好不好？哦，没有关系啦，还是会有进财，那是进什么呢？我建议巨蟹的呢，都在家里吃饭，可以省饭钱。哎呦，摩羯座的呢？摩羯呢，努力工作。那个工作上呢，可以让你得到一点成就哈。问问你，那摩羯座有偏财运吗？这个没有，二十怎么会有呢？对，二十就没有偏财。对啊，一结工就是能吃饭就够了。就是钱从哪里来？巨蟹回家吃饭可以省饭钱，还是努力工作哦。摩羯努力工作哈。好，来我们来看看四十分的有谁呢？现场有没有呢？中奖。钱太少，我不敢讲话。不用怕，我总要休息一个礼拜吧。对呀，哎呦，说得好，不会啦。其实呢，这一周哦，对天蝎跟双鱼，并不是说没有财的问题，而是说呢，我要建议你们一定要在老板面前好好表现，因为如果你在老板面前好好表现的话，有可能会有微服加薪。微服加薪，那这些事你就跑到那个大孙的面前，然后看命理书。对，他就感觉你好认真，有认真这样子，嗯，看样子现场接下来的应该都还不错咯。对啊，来看六十分的有谁？双子，太好了，没有我，太好了，还是没有哎。哇哟，那你们真的很棒了，不错。啊，双子座景文有进，天平也有。哎，那我上升是不是也有进啊？有啊，嗯，其实呢，这个六十分的位置哦，它是这个进财的部分是属于谈判签约，但是这个谈判签约呢，双子跟天平呢，大概都是属于跟这个可能保险有关的部分，嗯啊，你可能会想说要买一个最有对自己本身最有利益的保险，还有基金，对，都 OK， 好准，就说你一定要有这个签约的动作的，这个，对耶，有关签约的部分，好准，我下个礼拜就要去签一个基金的，哎，那如果没签约的投资。工作的话，处女座的话就是工作上的合约，有可能呢会这个延长合约啦，或者是说在合约当中你会有更好的这个条件出来，就没事找个人说，所以签个约嘛。所以老师，你的建议说，如果说这三个星座要去买股票基金，这个时候都是可以，对，其实这个时候是可以的，没有错，这个方向是好，他会从这个当中呢，哎，给自己带来一些进财的一个这个加分的效果，好，也不错，这是六十分及格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80分。还是没有我，好棒啊！哇，现场有那很高兴，爽到不行的。对，还没有说到他们啦啊，八十分的里面哦，这个金牛座呢，是好康到修博啦，就是说有朋友会报你好康。那么金牛呢，其实可能会朋友会介绍你说，好像有你可能会想要买房子。如果有想要买房子的金牛座的话啊，在这个下一周呢，有可能会有朋友告诉你说，哎，哪边有个房子还不错，而且其实价钱很便宜哦，所以你就可能会捡到便宜货，但是是好房子啊。那么狮子呢，他应该一样是败家啦，也其实是去花钱啦，但是呢，却可以有朋友的介绍，以这个低价买到物超所值。是，那嘛是探丢，对，其实也算是赚到了啦哈。那么射手呢，其实有可能会想要去旅游，比如说有可能想要短期的旅游。那么原本呢，他可能本来是有计划的，可是经过朋友跟他说，哎，你问的那个好像太贵了耶，啊，你找我们豪哥一定给你打折，对，哈，所以呢，可能就会变得比较便宜喽。嗯，不行啊，第一名。马上就有人尖叫了，谁呢？榜首 ，Oh my god！ 而且这一百分的这两个星座真的是这周偏财运很旺哦，就说他除了正财之外，偏财是很旺的哦。牡羊跟水瓶，弟姐，记得这一周。所以你看这一集特地找你们来，对，而且你知道我们经纪人是金牛啊，然后他是八十分，我们是一百分，凑起来不得了。其实这一周哦，对牡羊跟水瓶都算是有很多的这种 case 外快，还有呢，其实这个比如说彩券之类的手气呢，其实也蛮不错的哦。嗯，啊，谢谢，恭喜啦，有一百分哦，谢谢赵老师的分数啦。那这个是五号到十一号三月的部分，那十二号麻烦借点钱来。对啦，开玩笑。不是十二号归我跟你借钱了，因为就借一周的运。不过其实讲到衣服哦，就是其实饰品是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只是一件 T 恤，但是你身上的饰品就的确是有画龙点睛的一个效果。对，没错。所以这个今年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啊，是不是有些饰品是一定要搭配上？因为你有带来吗？对，我们还是你没有带来。看一下，加。像刚才小柔有说到哈，有说到眼镜，对不对？眼镜一定要。像这一副呢，基本上也是150，可是呢，我
我们买钻自己贴上去，并戴。眼镜是150，然后买钻自己贴，可是那个钻就不可是钻就比较贵，可是这一副这样做起来是独一无二，大概要600。我是100分的。哦，戴戴看，你戴，太可爱了。钻是你们自己贴的，所以这眼镜这样做下来700块。DIY 也很重要哦，你买个100块眼镜做一做卖人家。没有猫头鹰小女，脸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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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舒服哦。你看，哎呀，脸不对，脸不对，超人，超人，柯南，柯南，柯南，在一个红色红色的球球，然后还有一个小麦，对不对？对对对对对，有没有？你是华丽版的柯南，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当饰品，因为我看到杂志上面它有这样子，对，这样子就当一个链子，对啊，很好看。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像我们刚刚说过洛可可风格的这种花朵，然后里面还是里面可能还是要加上一些比较华丽的小物。嗯，其实我先告诉大家，这朵花在 IKEA 买的。啊 ，IKEA 一朵99，是自己做的。对，其实我们那时候去欧洲啊，这条是去欧洲买回来，结果我在 IKEA 发现这朵花，原来他们也有 IKEA。他们去 IKEA 买的，然后做这样的设计，可不可以换个模特？对啊，这个真的，哎，不是，我真的觉得你们可以自己弄，而且之前的视频上有一点点钻就不一样。其实像真的，像春夏天其实一样有一点公主风嘛。我想到那个对，然后像这样的对，其实颈纹戴起来会非常漂亮。你们会说夏天夏天也适合在头上放花吗？也可以在这朵，是啊，要放这种含苞的。含苞的，还没有待放的，还没有放的玫瑰，有没有？刚刚娇媚，不是刚刚小薇有教工作人员说，你就晚上啊要去跟男朋友约会的时候，就把这朵花带上啊，然后男朋友只会远远看到就是。你弄完他，不是他，不是他说说，一般平常工作人员大家打扮得很朴素，然后就故意弄一朵花去跟男朋友约会，就这样，然后男朋友说臭三八，快滚！不会这样啊？会吧，男生受不了，你就突然这样吧。没有，所以我跟你讲说，什么东西看你怎么用。对。你配得好，那个东西就变成是对的；配不好，那就不对。我想请问一下，如果说今天我穿这样，我是适合戴发箍还是适合戴花？我觉得发箍好一点，发箍好一点。然后把项链拿掉，就没有。如果这样一起戴，像不像臭三？就是臭三八，臭三八，这样太阿花了，对，就很奇怪了哈。Over。还有，我建议大家哈，今年流行金属风呢，如果很多小朋友买不起那种很名牌的耳环，可以。乐高，乐高，乐高今年超流行，红哎，这样就很可爱了。对，而且这个乐高戴上去独一无二，还有乐高的 T 恤。可这就自己做咯，可以啊。哎，我最近看到很多女生的耳环都是，比方有饼干啊，哇，或是什么，各式各样的设计，对，就开始有那种可爱的东西出现了。还有这个骷髅头在秋冬天，因为制作人问我说，哎。骷髅头还会流行吗？会的，只是它颜色变得 pink 一点，白色、粉红色，就比较不是那么恐惧感的。对对对，而且你会发现骷髅头还是加上了玫瑰，因为洛可可风格。对，好妙，我们的时代来了。所以今年春夏天的饰品一定要买，而且沿用到秋冬。嗯，谢谢冰威的人，对对对，谢谢。你也习惯这样，对不对？还 OK 啊。还不错，就是还可以啦。我觉得就是主要是就是说呢，要跟着流行走，但是也不能说太突兀。对，如果你的样子是不适合那样，你真的很突兀。对，我就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突兀的事千万不要做。你应该要戴眼镜。好，接下来由我来介绍。嗯。所以呢，我们呢，这个有些钱啊要花在刀口上面，对不对？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请赵永老师从紫微灵动术来看，3月5号到3月11号，这个各灵动术的人，你的钱会因为什么样而不翼而飞？哎呦，不翼而飞的指数有多高嘞？如果这个星星的指数越多的话，代表你破财的危机越高。所以所有灵动术的都有，通通都会做一个剖析哈。那前面代表前因，后面代表结果的意思哈。来，我来跟讲一下灵动术三的哈，三颗星啊，不要担心，好吧？总共。只有5颗星而已哈，43年次、53年次、63年次、73年次、83年次，叫做甲年生的，在这段时间都友情相挺，但是自己友情相挺别人，但是他名损财破，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意思，是不是不能帮人家做保？不是，我举个例，大家先听我举例，譬如说姜老师他在工作上表现得很好，但他的通告不够多，或题目不够多，我就跟东升或制作人讲，他表现得很好，真的很好，为什么给他通告这么少？题目这么少？我好心挺他嘛，后来是制作人说，那你少点通告给他好了，或你题目少讲一点嘛，就是帮他嘛，就帮忙就怪怪的。你觉得老师的比喻好吗？你们觉得？我觉得这个还是没有这个 OK 哦。等一下，这个已经是从开播以来最 OK 的一次。对，这个比喻 OK。等一下，后面还有更辣的比喻。
其次是灵动数四个哈，34年次、54年次、54年次、64年次、74年次，本身是乙年生的，乙年生的哈，是农历就对了，农历的对，乙年生的哈，这一颗星代表什么意思呢？回馈自己，神清气爽。哎呦，这助手最讲不错，我们一直讲的助手讲很好。老师举例，老师举例，他平常来说是一个省吃俭用、精打细算的人。那在这个月，在这个时段呢，他本身来说，对，该会破财了。他会买一些东西，衣服啦、化妆品啦，或者给自己加分，买很多东西。这个钱是破在自己身上，所以前面代表自己，后面代表原因，所以那个不算破财，算是一个小一颗星。所以一颗星算是比较好的。对对对，哈，星星越少，星星越越少越好，越少越好，哈，破财指数会越高。其实灵动数五的哈，只有两颗星而已，35年次、45年次、55年次、65年次，本身叫做丙年。真的哈，他家人伸手，房贷拖累，就是说哈，两个原因呢哈，这个破财来自于家人，可能这个家里面是一个团，一个大家庭，房贷都是哥哥在缴的，这个月这个礼拜突然哥哥财务上有点困难，就把这个重担交给你了，于是你就在你的薪水当中可能要扣掉一半或三分之一来支付这个房贷，他的破财的原因来自于家人，可能是房贷啊，千万要小心哈。其次就是六是就两颗星而已哈，他在的玩物。物上进，投入甚深哈。46年次、56年次、66年次、76年次，他可能原先只是以电脑来说好了哈，电脑它的软体跟硬体的扩充要花很多的钱。也许我本来只是看电视看20寸的，后来扩充想买30寸、40寸的，因为自己对这个东西很投入，可能是打球，可能是喝酒，对，本来一个月只有打2场的预算，后来变打4场了哈。本来只喝一瓶高粱，喝6瓶高粱，玩物丧志。钱是花在那个物质上。对对对，不是因为人的因素，是自己的一个享受哈。好，其次就是灵动数七，跟鞋子有关系的哈。37年次、47年次、57年次、67年次，两颗星。本身来说，两颗星代表什么？孝顺父母，那我们完美啊，真是太令人嫉妒了。是故意这样写的？不，鞋子的妈妈如果要跟你要什么，你都会就愿意，有能力就没有问题。所以这周妈妈会要的更凶。行，你跟我老赛，这个道理好像也蛮。他的意思就是说哈，与其这个月我们全都过在双亲的身上 ，OK， 与其被动不如主动，还得到更多的人情。对不 对, 对？那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破财指数在这边了，干脆就花得开心。没有，5号到11号刚好是每个月要给零用钱的时候，有理有理。他破财方向来自于父母，多给一点，多给一点哦。也许孝心可也许爸妈的手气不太顺，这个月有点小输，你就帮他做一个金元，给他更多的鼓励。而且过年的嘛 ，OK 了 ，OK 了哈。好，我们再来，其次就是我们说的哈，灵动数八的哈。38年次、48年次、58年次、58年次哦，有4颗星的哦，很高哎，有借不还，财去不来，对，最重要是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月哈，电话少接，少外出，跟朋友少联络，或自己哦闭门家中坐，多读点书，因为破财的来自于四面八方，也许开车，也许是借贷，也许是莫名的交友跟应酬，来自于四面八方，非常的可怕。现在目前是第一名哈，第一名的话，4颗星哈，来这就是这个紧张了，好不好？这个也是5颗星，哇，九的职场的纷争，同事的搞鬼。哇，这个灵动很陡，很难混下去。39年次、49年次、59年次、69年次。举例来说，譬如说我得到了一个某某房子的代言，是里面代言。后来我呢，这个消息有跟江老师透露了，江老师又打给对方说我的风水阳宅不准啊，形象不好，来做从中破坏。这个举例也好，这个举例贴切吧，也是现实生活里面真的是一讲就懂，开玩笑，职场纷争，我感同身受。而且他还帮我打电话给那个建筑公司，我说张老师不想接了，很拽这样子讲，诸如此类的搞鬼，还下符还不一定哦，就是遇到小人了，而且是同业的，哎呦，钱就这样飞走了。我只举例了，张老师不会了，哎呦，好怕哈，他不会了，只是举例了，就是你在职场上啊。再来是小柔，哦，小柔，注意了，小柔，注意了，注意听了，好不好？注意听了，五分谷的女王，注意了哈，2颗星而已。哎呀，有意有意，50年次、50年次、60年次、70年次。相当神准，说我们观众相当高的认同了没有哈？小病不断，部署身手。身手。哎呀，你最近在拍戏，所以就是日日夜夜都颠倒，颠倒，影响身体健康。对。容易有一种劳心劳神呐、啊，有时候来说，因为我们的身体的负荷不够，日夜颠倒，甚至于哈过太多的通告或者拍戏广告。造成自己的身体负荷不了，所以会有点感冒啦，或是呼吸道啦，是可以的。最令人生气的是部署身手，这真的
的很准。为什么？因为我生病的时候都是 Kevin 跟 Nana 在照顾，就是我的助理。哇，好棒啊！领巾呐，所以说帮忙的同时就要多回馈一点，好不好？谢谢你们啊，红包再包大一点。对，很准哈。其实就是31年次、41年次、51年次、61年次，有没有哈？在场的就是景文要稍微提醒一下喽啊，这晚辈求助啦，自顾不暇啦。因为晚辈要跟你借钱，对，可能是子女啦，或是外甥啦，哈，或是同事比你晚年龄助理之类的都有可能哈。说什么他要跟你借钱呐，或希望能够给我一点融通啦，或帮我代缴一些东西等等的，你只帮我代缴一下哦，代替我缴一下，可是一去不回的意思。而这时候他自己的财源在这个礼拜稍微有点周转上困难，可能妈妈或先生有点这样的互助的可能啊，稍微自顾不暇哈。我们知道这个来自于这个哪边的祸害，稍微要提醒一下就可以了哈。好，其次是因为爱人闯祸求助于你啊，哦，就很心痛哎。也许是爱人家庭人财两失，不是，这爱人他自己闯祸，他可能自己期货啦、股票啦啊，有这方面的一个周转困难，这时候你跟爱人之间的互动就要稍微小心了，可能就是说他会来跟我。开口要钱啊，借钱等等的，稍微要有所警惕，但了解到他破财的原因，再给他帮忙，而不是让他去吸毒、赌博或养小白脸，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对对，讲清楚好不好？有道理，有道理。好，谢谢老师的分析。灵动数八跟九是这个星星数最多的哦，对啊，特别注意一下。那我们刚刚讲到的衣服呢，包括有颜色跟饰品。对，那其实听说去年有好像女生有一款鞋是很受欢迎。哇，一般来讲是不是都细细高高三寸？对，可是从去年开始就长厚长肥了，真的不需要器型跟。这样子的鞋子就叫器型跟，可是呢，它现在前面也厚，后面也厚，所以是不是很像平底鞋？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鞋子很阿妹的感觉。哎，阿妹的时代又来了，因为她很喜欢这种鞋。对对，因为你知道早期复古的器型跟它是实心的，但是现在有很多都是雕刻雕花。对，你看它上面现在这边哦，它有你看到没有？那就是 PVC 透明的材质哦，结合了复古的器型跟，今年春夏超流行，而且那也是金色、银色的。对，所以其实女生可以适合穿像这种的。可是为什么？因为很多女生身材比较比例不好，然后你比较短小。你是想想看啊，如果你本身50公斤。你再增加了10公分，所以你是如果我是160，比例就差很多了。对，172比较好看，所以你一看就变得很瘦。可是有禁忌耶，因为你知道那种跟比较厚啊，比较高啊，如果你的小腿的形状长得不是很好，会有兔子跟着你的那种。哦，因为你一踮脚之后，后面就挤上来了。不是，因为你知道那种鞋比较宽，对不对？然后你的脚不够那种纤细感的时候，就变得好像整个都是粗，从头粗到尾。对，然后其实还有一款哦，就是平底鞋，超平娃娃鞋，像这样子娃娃，对娃娃。现在有很流行，你现在看到这是有袋子的，没有袋子的也很棒，像芭蕾舞鞋那样子。对了，你今天是不是穿一双来啊？对对对，就是布鞋的那种平底鞋也很好啊。这是在春夏天，我觉得不管任何年龄层都一定要有一双。濒危大师指点你今年必买的鞋了哈，对啊，大家要注意记下来。哎，有些人吼穿着上面会给人家惊艳，就哎那刚进行不刚，就看了节目以后就不一样。所以呢，我们现在来测验一下，我们请江博乐老师利用这个数字易经占卜来看看在。下个礼拜你会怎么样令人惊艳呢？哇，你会怎么令人惊艳？到底是工作，还是你的桃花，还是你的财运，还是你的这个穿着超美丽，还是你头上的那顶帽？惊艳啊！这个惊艳全场。好，那我们有几个数字：761281753，还有371，还有352。好，观众朋友有这几组号码也请赶快选定哦。我以为有这几组号码，赶快去签哦。小兵。我要281，我想761。小柔，我想要371。小柔371，鞋子也是371，鞋子371。景文352，景文352。赵老师，第一个。761，詹老师，我选754，最后没有啊，故意的，被你看出来了，好厉害啊，我们选761，观众朋友，下周你会令人惊艳吗？请赶快凭直觉选定这一张牌啊！那各位观众，如果你选到761，跟赵老师、跟小薇、跟黄老师一样，到底761什么卦象？老师要解释一下，761在易经风水的卦象叫做。水三姐，什么叫水三姐？叫做搬开别家喽。啊！不要再听下去了啦！没办法，由不得你，把它掀开。是没意思，我不要听你的，我要听那个什么？拆开，好多白老师的。
20分，再加强。当早在讲是未来一个月而已，未来几天而已。下周了，下周而已嘛。那他需要加强是哪一个部分？对，如果各位各位观众包括来宾选到这个话，包括你各方面都要加强，包括你的人际关系，包括你的穿着，好，也许可能进对应会那些的。对，包括也许这个礼拜可能穿睡衣嘛，要改天穿旗袍一下。不知道哪里出差错就是不对劲，总是要小心啊，特别注意啦。那如果选到281的。小兵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这到底什么卦象呢？哦，这个二八一的卦象在易经风水里面叫地泽临，居高临下的卦象。哇，女王，你要照顾我吗？居高临下的卦象，那到底什么？看这边，观众朋友，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哇，升官有望，到底要往哪升啊？那小兵跟观众朋友，想要升官有望，什么意思？嗯，如果在你的工作上，代表你的工作是步步高升的，嗯，哦，更上一层楼，嗯，好不好？搞不好有人找你去当什么品牌，然后就被我拖垮了。当顾问，对，不会，我会带着他，我会带着。对，你就负负带，你就说我一定要他。嗯，如果说一般的观众选到的话，代表说，你们在这一周可能工作上有步步高升的机会。OK OK， 好不好？非常好。我们选到这个753的，753的有詹老师，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753在易经的卦象叫封山剑。那个剑，剑字，对，剑，好剑的剑，那个剑，剑，不是很剑的那个剑，渐入佳境，那个差点是下剑的剑。我看你们两个像斗嘴，好刺激啊！对啊，好帅哦！这暗箭难防啊，小心一点啊！哎，再看一下，哎，哦，哟，我是你嘞，他就是这个准，我就是喜欢他这个地方。你不要忘记哦，姜老师有预言你今年会有烂桃花，烂桃花，桃花代表人气啊，这么多师奶跟我们的贵妇这么喜欢我，师奶，我会祈福，会收到自己形象，紧一点，贤师奶，人缘桃花，这个准。那如果观众朋友选到这个的话，代表说你的异性缘可能特别的好，可能所谓的桃花跟所谓的贵人。哦，那如果说这张老师选上这个当然是不错，但小新呢刚才提到的，虽然你的人缘桃花代表是很好，仙人跳，哎，仙人跳，嗯，小老讲的好，有一点不准，出来有点不准的出来，好，80分不错啦，分数非常高，看到选到371的哈，37有这个小楼，还有鞋子哈，小楼跟鞋子，还有我们观众朋友选到37到什么卦象呢？老师再解释一下。这个卦象叫三火焚焚哈焚，三火焚，老师你自己知道不对了，老师再讲一次，再讲一次，三火焚焚，焚火烧山的意思，焚烧的焚，哇，雷暴雷，不是焚火的焚啊，扫到那个土字里面。老师很厉害，他会三种语言：国语、台语、台湾国语。对，这个焚的意思代表外表美丽。OK， 什么叫外表美丽？嗯。也许可能你外面打扮的花枝招展，不是花枝招展，好不好？花枝招展，你看一下，哎哎哎，40分啊！打扮又来了，内外不一的，代表说我们小柔哈，最近打扮的花枝招展，可是勾引男人哦。嗯，没有没有没有啊，不是不是，是因为在拍戏的时候太闷了啊，所以呢就本身穿漂亮点让自己开心。真的，对。其实小柔跟观众朋友写上这个卦象的话，代表说。你们在这一周其实是非常注重打扮跟穿着，特别想打扮。对，如果打扮会让自己开心，也是不错的。对，好，那我们看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有景文选到，还有观众朋友选到，这个卦象在易经风水叫风火家人。哦，家人，喜欢家人，还不知道，这是最好的。那各位看，风跟火有没有？这个火啊，上面有风在吹，叫山风九火，对，越来越好，越旺啊！对，没错，对，哪边热情如火的，热情如火的，燃烧起大火了，到底是热情如火，热烈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还是呢？没有，噔噔噔噔，请这一招的得主走秀，太紧张了，有点手拿不出来，哎。转运难我，真的对。老师要说，包括景文，包括观众朋友，选到这个卦象，代表说你在这一周里面你的财源广进，嗯，包括你可能买乐透都会中，对了，这有可能。哎，他刚刚买基金也会中，你看你这个礼拜要狂买，对，这个蛮旺的哈。下周你可能买个东西，弄个花票，花票还中了200万都不一定。花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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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手份，他是观世音派的，你这个礼拜犯口技哦。老师要逗各位观众开心的好不好？啊，所以不管是正财偏财都让人惊艳，对，没错，我们是很担心的，不是开心的。好，谢谢姜老师哈，谢谢。加油！是的，那么接下来是彩妆的部分啊，我们要请小柔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彩妆有什么要注意，要流行什么呢？首先第一个睫毛，
这个睫毛一定要提拉提拉睫毛，提拉睫毛，而且它这个睫毛是还有亮的，对。然后还有两种不一样的，有的是整只的，有的是根部的，好 shiny 哦。提拉提拉之外呢，眼妆一定要紫色。哦，哎，小薇小兵是这样吗？今年的春夏的眼妆，你们觉得？其实我是觉得在春夏天来讲，尤其是东方的女生，因为是尤其是眼睛的妆啊，还是选择比较自然或者是能调整眼型的颜色，比如咖啡色。比如说紫色呢，可以深一点的紫，淡紫呢只能打在深紫的上面，就是加上它的感觉。你们知道这个紫色眼影带出来流行的人是谁？你知道谁？许纯美哦，睫毛膏吗？蓝色，它是蓝色睫毛膏。抱歉，我误会一场，谢谢。我很赞同刚刚小薇的讲法，就比如说放在我身上的颜色，你们想象如果我身上是那种紫色眼影，或者是那种很深，可能就怪怪。所以我觉得要很自然，因为东方人，你用很自然的颜色，然后配上小罗说的那个睫毛，那就厉害了。然后一双细型跟着鞋，哇，流行上女王。这个就是比较自然一点的，就是对，像这样的颜色很漂亮。在国外的杂志或台湾杂志都很流行眼影啦。或黄色、粉色、绿色，可是我觉得真的很不适合东方人。所以东方人还是觉得淡妆是最好看的。对，自然妆。了解了解，这会让你带来桃花哦。对，有的时候化淡妆的确会带点桃花。而且你知道三月份过后，很多莘莘学子都要毕业了，在求职当中，如果你化了一个粉红色的眼影或水蓝色的眼影，你去应征科技业，哦，那不要，你去传播业。那会吓到人。对啊。Okay. 老板还是喜欢看到乾乾淨淨。就是把自己的黑眼圈盖一盖，最重要就是黑眼圈，然后鼻翼两旁黑黑的盖一盖上。腮红就很可爱了。所以呢，现在呢，我们从星座来分析这个，请教赵信武老师，到底哪些星座人在三月五号到三月十一号，他的桃花运是非常旺的星座有哪些 ？Oh my god！ 在下一周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桃花运很旺的星座。其实呢，在下一周有一个星座，他真的运气很好。所以呢，像。我们来看看这个，以现场来讲，小柔是天秤，小兵是牡羊，小薇是水瓶啊。是，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三名的这个星座呢，它的这个幸运的日期是什么？会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哇！在七号、八号的时候，3月7号跟3月8号，就是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然后呢，它有可能就是说，因为跟工作有关的啊，适合的颜色呢就是紫色或紫色。今天穿紫色啊，哎，可惜，我应该下次再下礼拜再留到下礼拜再穿，对哈。在这个时间点上呢，如果还没有情人的人记住咯，因为在下个礼拜这两天呢，这个工作有关呢，有可能是说你代表自己的公司去别的公司跟人家谈事情，突然看到一个呢，你觉得说好像印象还不错的，说不定呢可以互相留个电话，这个到时候聊聊看哦，就是感觉会不错。而且你这个紫黑我身上都有，对呀，连鞋子都黑的，真的厉害厉害，没错。好，再来看看第二名是太阳金星在哪里的呢？射手。游乐场所，对呀，你好适合我。耶，我要去游玩了。在10号跟11号的时候，因为是在大概6日的时候，那么很适合，就是说，比如说跟朋友一起去放轻松，出去游玩的时候，那么有可能是朋友带去的朋友，就是说应该是一群人陌生的朋友而认识的，那么比较适合黄色跟白色，应该都不错哦。接下来就真的是第一名这一个咯，哪一个星座？太阳金星。我真的有预感是我哎，真的啊，好旺哦！下一周一整周哦，金星都落在牡羊，我都常常说金星其实就是一个代表幸运的星星。那么刚好牡羊落在金星，你当然就是很有运气咯。那么5、6、7这三天呢，应该在1、2、3的时候其实非常旺，但当然接下来也 OK， 只是说呢，到后面的时候可能要转换星座，但是牡羊还是最 OK 的。那么当然了，既然是落在金星，那就适合文艺场所啦，或者说去这个看看电影啦，培养一点气质的时候呢，都有可能会遇到这个吸引到他注意你的眼光哦，像红色啦或咖啡色呢都很不错哦。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郑文东老师来告诉我们，3月5号到3月11号哪些紫微灵动数的人，我要这个，他是在工作上面大有收获呢？老师。
好，我马上来把这一周的运势做一个揭晓。刚刚是破财的预防，这现在是讲工作跟事业，也包括同学们你们的学业也是一样相辅相成的啊。来，那个灵动数七的戊年生的，37年次、47年次、57年次、67年次、77年次，他在这个礼拜当中呢，叫做长辈的肯定，大展金轮。这个金虽然写错了，大鹏展翅金轮，代表教练的意思。就是这个金不应改成黄金的金，代表什么意思？譬如说以鞋子来说，在这个礼拜当中，可能孙总对他的器重特别的提升，对，赋予他的任务跟权力也超乎自己的想象。那么他代理了更多的他们旗下的艺人，然后冲锋陷阵的话，也能够功成名就。鞋子杀，鞋子杀，还有刚刚这一张牌就是你会拿钱可能给妈妈，那妈妈就对你更肯定，对对，长辈也没有后顾之忧，对，所以他整个的在这个在。尤其是这种人在事业在学业上，他的操控能力更加的熟络了哈，热络了哈，他本身的表现会更加的超出自己的想象，所以是一个事业跟学业非常进步的小朋友，加油！而且你有发现老师们都讲你适合穿粉色系、紫色系、红色系，都是同一种色系。对，他们都说我应该穿亮一点，就是朝娘的方向发展，朝娘的方向发展，占领这一块地盘。对，还有这个颜色，粉红色跟红色代表火。火可以提升他的这个能量，激起他的热情跟他的热力，不可或缺的哈。当然也是属火，对嘛？红是属火，没错啊。当然这个好，这个好。其次就是我们说的哈，灵动数零的，哎呦，40年次、50年次、60年次、70年次，小柔啊 ，Thank you， 恭喜了，广西方的。订单满满哎，取西进去了，那么出差了、洽工了，订单满满了。哎呀，以艺人来说，艺人来说，可能就是说到对岸有什么通告啦，或节目啦，或者拍戏啦等等的，都是一个非常热络的，对，是一个事业啦，财运非常亨通的。我们取一般的我们观众朋友来说，可能在这段时间他办了一个书展，他必须要离开他的出版社，中部南部去办，办的同时呢，他接到好多的订单啊，所以他吉祥方向是属于西方了啊，不是说西方去取经啊，一样是站在对，一样是我们的台中跟台东，你就往台中的方向去拓展你的业务，一直往那边还是朝着那边，往那个方向的利润啊，整个成功的几率指数是大的，好不好？比方说这边是西方有没有？但你在跟人家谈判的时候，明明的座位就是这样，对，你就硬是这样，人家就觉得哇，你这个气势好啊，就有机会，而且在45度斜眼这样子。好不好？对，但这仅次于90度哦。如果是背面的时候就惨，那就没礼貌了。本来就是大家在街上看到我都是看我侧面的。那个礼拜，其次就是我说灵动数一的哈，景文听说是70年次的，好不好？我们的三巨头哦，不是三秃头哦，三巨头哦，势必要那个聚起来的。加薪冲乱，61年次、31年次、51年次、41年次，任年生的，它代表的是71跟71吗？71也有哈，加薪71是他，好不好？还不得了，好不好？加薪。新抽成暗财你不管，你看什么意思？我解释一下哈。刚才我有一个100分是财运，对，厉害厉害。这周我们不能松手了，一定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冲的啦。哦，代表什么意思？说原先我们跟老板讲的是64抽，后来因为你表现得很好，啊，变55抽，变三不是，越抽越多，因为你表现太好了，所以再加一层，老板起贪念。造型师好像数字不太好哦。哦，所以他可能变成37了，因为你表现得很好。对，由这种抽成的方式改变，使你在抽佣方面提升了。对，包括我们从事汽车业务的啦、保险的、直销、中介的，都是一个气势难挡的。提醒你，一定要往东北方或西南方，是一个事业跟学业进步的。小朋友记得在考试的时候穿米色或是黄色的上衣，或是类似这样的也色泽的选择。尤其拿来笔也知道吧？笔也是一样，像那个金工强强棍这个，一定是提升你考运的最好的。不二加选， okay， 好不好？好，谢谢老师。同学要记住哦，好 ，OK。哎，你这个很强哎。你那个方位是180度的方位，对啊，所以我3月5号到3月11号这个财运真的是还不错，对，就是买手弄钱就对了，对对，放手一搏，全部捞回来，对啦，加油加油哈！但是呢，其实，在工作上难免会碰到一些小人啊，或者是一些比较不好合作的人哦。小柔有没有碰过什么小人呢？对，小人啊，其实可以举一个例子，其实小人一直充斥在我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被小人陷害到最惨？因为我的个性是比较直接一点，所以我可能讲话大声一点，或是很直接。比如说，有些时候可能，
姐姐不舒服了，然后我就说，哎，姐姐不舒服了，我就忽然觉得老板走过来，我只走过来说，哎，姐姐不舒服了，还好啊。然后那个小人，大家都觉得说我在帮他，好像是做什么出头，或是帮他做什么事，然后就后来大家都来指向你，就说你有问题，对，就说我有问题，小人从中作梗。对，然后就是很爱碎我的嘴，就好烦、你身边一直有这样的人？常常有。濒危二人组哈、有做过很多艺人的造型，我有没有碰过最难搞的艺人？最机车。我现在要讲这个小人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其实小人有时候也可以是你的贵人。真的，你有遇到过吗？其实我有一句话，就是沉你者亦可亡你。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是相对，当然我觉得艺人，其实我们做造型师而言，没有艺人的光鲜亮丽，没有造就造型师的位置。所以我当然觉得是我很不能接受，是艺人很情绪化的时候，把我们当作泄欲。泄欲，就是发泄他的情绪。谁对你泄欲？没有，我举一个例子，发泄发怒的欲望。宪哥吗？宪哥吗？我会举一个你觉得很离谱的例子。我觉得很离谱的、就是以前有一位男性艺人啦，他就是那天心情特别不好，歌手还是演员，他、都有都有哎、就比如说他那天心情很不好，但从头到尾就是一直就是臭着一张脸，但是我们觉得艺人有每个人都有情绪啦、可是就是在录完影的时候，他换去更衣间换衣服嘛，把我们借来的衣服换下来之后呢，他就把门打开就换好了，然后把从我们借来的衣服踩过去，然后就那是我们俩一起看到，因为你知道他很赶，那还有下一个通告，其实我觉得都 OK， 有时候不小心掉到地上我觉得都可以，可是我觉得他那天很挑缸，因为门一开了会把衣服丢到那然后踩过去，好，那我觉得那个举动让我很难过，其实我觉得不是很生气，我是先很难过。你现在讲得很气愤哎，没有，我觉得真的很难过。所以他同时对你们两个这样，没有，因为我们是一组人嘛，其实对谁都是一样啦。因为通常艺人开门说换好，我们都会立刻过去收衣服，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对，然后我觉得衣服里面给他放跳蚤啊，没有没有，下次因为他是男生嘛，对，下次放一些伤他下体的东西，引爆引爆，没有，这个我觉得艺人是必须要有警觉，对，就像我常常跟我的师弟妹灌输一个观念，就是你不要常把工作人员当自己的佣人，你可以请他帮忙你做什么，但是不要指使他去干嘛？当然，如果说辈分差很多，可能是对谁谁量，那谁谁量可以吗？哎，谁谁量是我们是旧事论事，对对对。真的 ，I'm sorry。没，因为本东实在是这丢。不过哈，你看，本东是我一天工作的生命的全员。阿哥，其实我来讲，你安尼量真正有差。有差。你今日本东来在坑头。那有今仔中岛迄嘛定了无好啊？不过我跟你讲，说真的，有些时候小人在你旁边做一些事情，的确又让你抓狂呀，很难受。刚刚小薇就真的会俩公，所以呢，我们来一个很神秘、很神奇的色彩占卜。我们请这个黄世群老师利用色彩占卜告诉我们，这个在下周工作上面有什么事情会让你俩公呢？看一下，今天又有五个颜色哦，灰色、蓝色、桃红色、绿色、棕色，来选颜色，看一下下周的工作上面会不会抓狂哦。没错，观众朋友有这几种颜色，有灰、蓝、桃红、绿、棕，请凭直觉选一个。来，小兵。粉红，小兵，我选蓝色，因为我觉得感觉比较 peace 一点，就不会抓狂。好，小薇，威是桃红，桃红，对，柔。我想要选那个我平常最不会选，我选棕色。OK， 那痣是灰，痣是灰，纹是绿，对，如也是灰。好了，你们好了，老师记到不知道谁是谁。没有，赵静茹老师，这样你就俩公了。这样你就俩公了，太容易俩公了，很容易俩公的嘛。来，那个我为我的造型而灰头土脸，灰色。哎，刚刚那个如选哪一个颜色？灰。灰，好意思。来，没有灰很热吗？乐，乐乐，乐乐，乐乐，这一次要停那个景文的绿色，绿色，乐选绿。好，五个都人选。因为景文已经出文了。真的有，真的有。好，观众朋友赶快选定哈。观众朋友，你选颜色如果桃红色的话，跟我们这个薇薇姐一样的话，在工作上面下周你会遇到什么？希望你抓狂。一定抓狂的，一定抓狂。对呀，因为薇薇姐。哇。有没有？好色。
色纠纷，纠纷肥短流长，马上讲出来。不可能吧？这个已经说，我从少女到现在，只有像200块的人追过我。他这一辈子都没有过男人。你要小心，你要被仙人跳了。哎呦，那好初吻啊，我绝对是初吻。你就说赶快来跳我，赶快来跳我。好，这意思说啊，不管你是单身或是你有人啊，都会明明没有事啊，他就惹得一身心。就哎，我看那个小薇啊，跟鞋子就最近走很近，摄影师大哥好像也很好，他是不是最近在一起啊？那可能小不会不会，另外一个朋友直接回家，鞋子是瞎啦。他可能是盲人按摩的吧？就会这样子，然后就会相信。对对，但是明明就是你们。明明是单身嘛，而且还是会惹来一些这个肥短流长啊，背后对嘴讲你一些有的没有的。何况我已经结婚有小孩了，那还得了啊？对啊，又是留言，对啊，留言送伤了，要小心。听一下我们的这个冰冰姐，选的是蓝色。好，在工作上面，下周你会有什么事让你抓狂呢？沟通不良，鸡同鸭讲。哦，这真的会抓狂哎。对对对，就是说什么真的会抓狂，就你讲 A， 你就一定要讲不听，讲不听，讲不听。对，好，听说今天的上司啊，或同事啊，或是这个小薇姐突然这个耳朵长包皮了，听不懂你讲什么，或突然讲火星文，好像部队团长啊，哎，有可能，对对对，色的部分啊，如果选择颜色是棕色的话，在下周工作上面有什么事让你抓狂呢？跟小柔一样，哎。施压同事摆烂，哎呦，好惨，这一定会火，人生的冰点，真的会火。对，就是公司的，比如说老板就说，哎，小柔啊，这个最近的工作很旺，戏很多，我们公司就靠你了，好不好？多加油一点，不然就工作量暴增。可是同事这时候病了，对，同事可能说，哎，排挤他，下一档戏啊，那个你帮我那把那戏份拍掉，就是我不要拍那个戏。对，我常常有这种事情哎，常常就是有那种老板忽然跑来跟我讲说，因为我很爱照顾别人，哎，小柔，我跟你讲，照顾这些人，这些人交给你。你就是想说，好，我要照顾他们，然后一照顾太容易被煽动了。可是一照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频频出包，然后就是包就上都散到对，包就在我身上。所以其他都很多都是额外的这个压力，要帮人家擦屁股什么的。所以你们呢，基本上要小心一下，就是说，如果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要适时的看你的能力来做调整，不要小心，要小心，要小心啊！对嘛？所以看一下，整颜色如果是绿色的话，跟景文跟张老师一样，一定好。下周。上面有什么事让你抓狂呢？工作的加班超时，工作过量，太认真，太忙，真的太忙了。第一个就是说呢，你的业务量突然变大了，这真的。你知道江老师会忙到啊，每个房子到时候都看错，因为他都眼睛都喂，偷绿，阳宅看成阴宅，对，风水不对，阳宅看成阴宅，老师不阳宅，你也太夸张了吧？有时候因为这个身体的状不好，体谅一下，体谅一下，体谅一下。好，再来是灰色的，就是这个截至詹老师、赵老师选的这个灰色哦。到底下回你在什么地方会抓狂呢？逍遥自在，我就知道，恭喜恭喜你们，恭喜你们。因为灰色是一个会融入环境的颜色，所以即便说呢在办公室上班，会让人家爱你，也会有那种度假的感觉。不会觉得说有什么压力，哎呀，有随遇而安的感觉。工作时候如果这个最逍遥，就是把工作当娱乐是最对，一直在没事没事没事。不过呢，这个过年到现在嘛，一段时间呢啊，大家都开工了，可是呢，大家一定想要知道办公室里面什么样的风水格局呢？它是容易犯小人的。那如果犯到小人呢，我们要怎么样来避掉？如何击退这些小人呢？江伯乐老师，第一个，办公桌。后方，哎呀，这个提醒很多次啊！如果鞋子坐在这边，鞋子你的办公桌在这边，只有后面这个是窗户，对，后面这边是窗户。可是很多躲逃 gay 很喜欢后面就是窗户，没有，所以很多的做人不啊，做人不也做得听啊，对不对？那为什么这样子？各位可以知道，如果你的办公桌后面是窗户，或者你的书桌后面是窗户的话，代表你背后犯小，因为。人家从背后捅你一刀，你都不知道。而且还有啊，你看啊，鞋子，如果你后面是那种窗户，对不对？你在批公文啊，我在那边看，我就看到你在批什么公文了。我要害你，很容易好像被人探头。对，那这个时候如果是鞋子住11楼，从背后从窗户走进来，那就很可怕了。那就遇到鬼，那就不是风水的问题，杀鬼杀鬼。哎，所以后面最好不要是窗户。对，对。那如果是窗户怎么办？待会老师告诉你破解的方法。一起破解。对，嗯，好。第二个，到底什么样的格局容易犯小人呢？办公桌或书桌后方是走道。各位可以看到，如果你的办公桌、你的书桌后面是走道的话，人家走来走去，背后你就像景文讲，还是看走在后面看你在做什么，有没有？对，可以看。对，老师曾经帮我一个电视台的主管，新闻台的主管常常换，为什么主管常被换掉？因为主管的办公桌后面就是走道，
就后面只要有空位，人可以经过的就不太好。像老师他们后面就这样，像你们这个后面这样就不太好。对，就这样你看就可以看到，因为人可以走动啊。对啊，像这样就。但这样的格，像老师这样的格局还算还好。我们讲是一般你后面这个走道，就是就可以过的，公司人员可以进进出出，这样的话可以过去的。所以这样的风水格局来讲算是非常不好。那这样比较容易犯小人。好，那我们看第三个，到底什么样的风水比较容易犯小人呢？走到直冲办公桌，路冲，对，路冲，你的办公桌摆在这个地方，对，但是呢，路刚好冲到你的办公桌，会造成一个磁场。你想象，车子在开动的时候，车子会造成一个震动的磁波。哎、这是真的耶，因为我儿子的书桌之前放了后面就是门，然后后面就是我们的走廊，就不专心。我现在放在就是直接念这边啊，后面还是他的房间，第一名，第一名，差很多，第一名、第三名，真的。好，什么样的风水可以犯小人，容易犯小人？以下第四个到底哪个格局呢？哦，看一下，看，办公桌上方有梁，各位其实可以看一下哦。很多的办公桌上方有梁，就像老师坐在这个地方，上面有个梁。可是梁有直的跟横的。对，不管是直的跟横的话，压在你的上方会造成头部不好。哦，头部等于你脑部。我们头部这上面有一个所谓的那个天顶盖，百会穴。百会穴有个百会穴在上方，百会穴是可以承受上面的钢梁，是因为人体有所谓的血液在流动，血液里面含铁质，那钢筋水泥上面都有所谓的梁柱，都含钢筋水泥，所以铁的压力在你的头顶上，会让你对，就像磁铁一样，会让你的头部产生一个混沌的现象，会让你的压力变很大，因为梁压脑，对，没错，怪不得以前我读书的时候每天都想睡觉，你那时候没有梁吗？没有，自己就自来梁。好，自来凉。OK， 好，那我们看第五个，到底什么样的办公室的风水容易犯小人呢？好，办公桌在办公区域的中央，你要知道，所有整个房子的风水的磁场，它的压力最大在哪里？在中间。在中间。那中间，如果一般的人，你怎么可以承受人的大自然力量？因为风水讲究一个磁场，讲究一个格局，所有力量压在中心点的话，你会受不了。那这样的话，你比较容易有压力。容易压力以外，比较容易犯小。那为什么犯小？因为来自各方四面八方压力太大。那你没办法应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突出犯小。好，那老师讲要如何来破解？破解破解。老师要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影剧圈有一个制作人叫沈玉莲。是啊。他那时候跟我讲说，老师我一直犯小人。那我就跟他讲说，那没关系，我送你一把桃木剑。老师第一个要讲的是。桃木剑可以斩小人，对不对？那摆在哪里？摆在你的办公桌的后方。第二个，我告诉你怎么来避免，好不好？是，好。我们容易犯小人，你可以在你的办公桌的后方放个向日葵的图画。向日葵的图画。对，因为向日葵。家里呢？家里也是一样，在你的书桌、办公桌的后方摆个向日葵的图画。好。只要是你的办公桌的后方摆向日葵，为什么摆向日葵？因为向日葵。它的生长都会面阳光的，对，向阳，阳光向阳的地方，阳光阳气是最强的。是，那向日葵那花开的是这样哦，好像那个万丈光芒一样，像万丈光芒一样。那这样的话对你的工作是有保护的。好棒哦！或者图案啊，花都很赏心悦目，对，而且省钱，对，特别注意啦。但是防防小人哈，那最好送我们一人一把剑啦，对，桃木剑可以送桃木剑，但是不要自己是小人。当然，老师说到这些那个风水格局，尽量避掉。对，好，谢谢江老师，谢谢。这个看开一剑命团呢，协志会送你这个爱的七三幺五万岁。怎么样得到？请打电话到0951-096-096，0951-096-096。今天非常的谢谢三位来宾，谢谢。谢谢老师，同时也谢谢四位老师。记得下个礼拜一的晚上9:30继续锁定东森综合台开心集团，下礼拜见，拜拜。